明月断桥上，后面几波澜，苦咸甘，几心酸，乱心烦。阴云绕青山，人间雨皆难，独纵身，下看一淡。我欲乘风去深情的眼，看烟火绽放，月儿圆，用千年修共枕眠。夕阳，这里就是我们平时生活的起居之处。平日里，夫君就是在这里研制草药。哦，那边全都是我的古籍。夕阳，那边。待以后孩子长大些，我们打算把那里改成孩子们的起居室。啊，你看我，光顾着说自己的事情了。西游，这些时日过得还好吗？我很好，婉儿。你知不知道，当初我以为你走了，我有多难过？我能想象到。对不起，让你们伤心了。但当时那场假死的金蝉脱壳，实属无奈。我明白。幸好我从尸体上发现了一些端倪。知道你还活着，也是欣慰。夕阳，能和你们重聚，真是太好了。你能和宫野七修成正果，实属不易。宫野七能和你成亲，说明他对过去的事情已经放下了。过去。什么意思？我和宫野琪的过去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夕阳，此时在我心中却是个结。当初，夫君为什么会毫无缘由地推开我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夕阳，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？你不是喜欢兔子吗？你看，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
婉儿，婉儿，怎么了？我要离开这儿。离开这儿？你要去哪儿？我都知道了，我的母后是杀了你全族的仇人。所以你当初才要离开我。可是既然如此，你后来又为何与我成亲？婉儿，婉儿都过去了。过去，夫君，你真的能放下过去吗？我能。你母后被幽禁，这对她来说或许是最好的惩罚。婉儿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，可以平静地生活在一起，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，所以我会好好珍惜的。夫君，夫君，妈，都会好起来的。西瑶，你为何最近总是心神不宁？是发生了何事吗？殿下，我做错了一件事。何事？那日我私下去找过婉儿。婉儿可好？婉儿和宫野琪在一起很是幸福，但我一时失言，让婉儿得知了宫野琪与母后之间的旧事。这件事是他们二人早晚需要去面对的问题，倘若有一个人放不下，来日便不得安稳。让婉儿提前知道也是件好事。那也总该找个合适的时机，是我多嘴了。你不必自责，我看到宫野琪对婉儿倒是一片真心，想必他会好好照顾婉儿的。嗯。如今阿楚和宫野琪放下仇恨，母后被幽禁在宫内，为他曾经做的错事赎罪，这也是最好的结局了。之前答应过云儿去看望皇后，一直忙于公务未能兑现。陛下费尽心力为太子殿下和绿王殿下两位殿下善后，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只是没有想到楚儿会主动请缨，说是要去边疆戍守，希望朕退位之后云儿和楚儿之间能够相安无事。二位殿下一定会理解陛下的苦心。参见陛下。开门。是是。
陛下。你在誊抄什么？回禀陛下，罪妇在誊抄心经，已赎多年的罪恶。殿内为何如此昏暗？回禀陛下，殿内剩下的烛火已经不多了，得省着点用。命人再送些烛火过来。是。还有，备些酒菜。是。我以为陛下不会再来见臣妾。朕答应过云儿，再见你一面，君无戏言。是臣妾连累了云儿。朕此次前来，还是念着和你多年的夫妻情分，再见你最后一面。以后你在此，朕保你衣食无忧。但夫妻的缘分便到此为止。都是臣妾一时鬼迷心窍，咎由自取。云霓啊，现在想来，当年你早就布好了这一切。明日便是贤妃为朕受臣献礼的日子了，朕可答应贤妃今晚早点过去的。贤妃娘娘最是温柔贤惠，自然能体谅陛下的忧国忧民之心。这倒是，这妃嫔里面贤妃最懂朕。你是何人？宫里为何会出现如此妖物？陛下，你那晚制造的妖狐的假象，让朕提前相信了妖狐的存在。次日贤妃忽然妖化，朕便不假思索地误认为贤妃是妖。云霓，你不仅让朕害贤妃枉死，还害了楚儿那么多年。陛下，过去的事既然已经发生，臣妾也不能改变。今夜是臣妾陪陛下最后一次用膳，以往的爱恨情仇都在这酒中，以后臣妾定会日日为贤妃诵经，为绿王祈福。朕今晚无意饮酒。也罢，那就让臣妾独饮吧。陛下，无论如何，这二十余年臣妾对陛下一片真情，此情天地可见。
即便臣妾做了许多错事，也是为了能获得陛下对臣妾的青睐。这第三杯酒，希望陛下给臣妾一个答案。这么多年，在陛下心里，可否有臣妾，哪怕一刻？这最后一杯酒，朕陪你喝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被幽禁的这些时日，臣妾时常回想起刚入宫的情景。臣妾喜欢踢毽子，陛下就为臣妾建了一个专供臣妾踢毽子的小院儿。陛下或许不知，当年本应是扶余的长公主，也就是臣妾的长姐，与大梁联姻。可是后来，为何是臣妾嫁给了陛下？是因为当年陛下来扶余提亲，臣妾刚好在洞庭小院踢毽子，陛下站在臣妾身边夸奖臣妾，说臣妾顾盼盈盈，步步莲花。正是那一面，陛下在臣妾的心里就扎下了根。你可真下毒。陛下也许不信，臣妾这么多年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让陛下能够喜欢臣妾，哪怕多那么一点点。花式。陛下放心，此毒不会危害陛下性命，只会让陛下久卧床榻，余生再无清醒之时。陛下放心，臣妾会永远陪着陛下一辈子。
你很快就可以去陪陛下。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不得好死。陛下明明已经离旨要传位于太子殿下，你怎么可以？哦，这正好可以省去本宫一些力气。把这里清理干净。是。娘娘，圣旨找到了。是，进来说。殿下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她，母后怎么了？皇后娘娘她谋害了陛下。什么？母后还是不肯罢手。不仅如此，皇后娘娘和定国公连夜血洗了皇宫，现在皇宫内外全部都换成了定国公的人马。殿下，皇后娘娘还宣布了您后日登基的消息。小青儿，用不了几日，行李便能收拾妥当，我们就能去山川秀丽的边疆生活了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给灰太狼呢，就当好我的红太狼。哼，你又胡言乱语。那你嫁给我，算是什么？算是我花清哥积了好多好多的好运气，才遇到了你。小青，你说。等故事结束，你就会离开。那如果我们的故事永远不结束，你是不是就可以永远陪着我？嗯。嗯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1000瓦的大灯泡。殿下。嗯。昨晚话语你。莫非真正的大结局要来了？陛下，您操劳了这么多年，也累了。从今天起，您就躺在床上好好休息。来，臣妾为您喝药。他已经醒不过来了。明日便是云儿的登基大典，定国君也在本宫的手里。就算你动用鱼符，南境的兵马到大梁，也是木已成舟。你不该对父皇下手。该与不该，都已如此，你也无法改变。那你现在想如何？杀了我！
的确要杀了你。但不是今日。云儿，幕后所做的这一切。母后安心，事已至此，儿臣已无退路。你能明白，母后便安心了。三弟，今日是我们最后一次以兄弟相称。从明日起，本王是君，你是臣。我虽看不惯以前你那副伪善的样子，但现在你为了袒护这个作恶多端的女人而不顾一切的样子，更加令人失望。哼，失望那又怎样？过去本王处处对你忍让，一心希望我们兄弟能够和睦相处，而你却处处紧逼，将本王的善意介于足下。如今本王不愿再忍让，保护自己的母亲有何过错？护你的母亲，那父皇呢？他可是天下的君王，原本他已准备退位，将王位传给你，你为何连这短短的几日都等不了？父皇既然已经决定退位，那早了几日又有何妨？纪元，希望你不要后悔今日的所做之事。让他们都退下吧。云儿，母后，明日就是儿臣的登基大典，若是让人知道厉王今日死在宫内，恐怕会有人非议儿臣。可是厉王心机深沉，母后好不容易利用你父皇病重一事骗他入宫，此刻放他回去，怕是会放虎归山。如今大梁的定国军都已掌握在母后的手中，南靖国的军队又鞭长莫及，季楚即便是有什么手段，也是螳臂当车，不足为惧。品宴，奴婢明白。
娘娘有令，送绿王殿下出宫。云儿，母后本来担心你会生我的气，现在看来你如此清醒，母后便放心了。儿臣已经失去的太多了，如今就只剩母后一人，保护好母后是儿臣最后的心愿。什么最后的心愿？你还有大梁江山，明日起你就会成为一代明君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儿臣明白。母后，儿臣还要去准备一下明日登基仪式，父皇就劳烦母后照顾了。你去忙吧，母后自然会照顾好你父皇。儿臣告退。品宴。娘娘有何吩咐？传话给定国公，太子心慈手软，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，兵符不可交到他手里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张望，你总不是我的远方，只是情不知所起，撩拨心房，骗我情深一往，与你同往，爱有多荒唐，重复着假象，还向往，情不知如何而终，留我彷徨，奈何旧人守望，人人心伤，徒留我梦一场。怎么还渴望和你共赴天荒？三尺红带在点红妆，如今你又在谁身旁？我又何必怅惘？总不是我的远方，只是情不知所起，撩拨心房，骗我情深一往，与你同往，爱有多荒唐，重复着假象，还向往，情不知如何而终，留我彷徨，奈何旧人守望，让人心伤，徒留我梦一场，怎么还渴望和你共赴天荒。